末法时期往后，佛法除能量佛法以外，没有一个法门能得脱的。你们自己想想就知道了，断烦恼多难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待业往生的，没有待业往生，我们就都不能成就。自己要好好衡量，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我就退下来老实念佛，决定成就。有这个本事可以行，没有这个本事，走这个路险道危险，会掉到坑里去，也不会成就。所以只有这个法门能够救末法众生，我们都认清楚，专修专弘，专弘专修，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。